可以再踩他一下，哦，学 Q 的，还抽吗？今天不抽了呀，这皮肤挺好用的，手感还不错，也有点打击感的，比较轻啊，射程倒不近啊。 就打海捕生了吧，不然也不好。给我换那个鞋。走，哎 ，W 一起来走。没 W 的。 帮我推，帮我推！如果不推的话，这个线我就不好推进去了。OK OK， 走！喜欢个小暴动丹呀，就得抓。啊，就得抓。 本来想耗不血走的，没走掉呀！我，换个 BGM， 那个经典版。哎，怎么跳走了呀？
换了线亏了，其实换了我能接受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比较强势的，换了能接受。经验值还是亏呀，对吧？小心一点。操，问题不大，这卡米也闪现踢小兵了。其实我如果抓到他，我能杀他的，火男。就和游泳一样。哦，他不饿吗？这。跑路，我操，还有空，闹麻了，闹麻了，走了，闹麻了。可那里他这个阵眼怎么能看到我的呀？他们开眼就看到我了。啊操！这波我得了，我白给了，白给了，白给了。我以为他看不到我，这我在等他过来，等闪现过来。想看戏法吗？我男其实有点炸。伤害还是不太够呀，伤害还是太差点。哎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用E勾引他。感觉玩中单小炮的多少粘脸，兄弟们，多少他粘脸。这能来的在那海妖呀，我还打不过他，说实话我不玩呀，我不玩小炮。没大多带反向啊嘛，待会万一对面打野过来，那就伤了。我也发，怎么说贪一点？我觉得这波或许吃一个这个果实就能满状态了。我还想再跟他打一波。五层草丛对面，但是我们男家很肥，七杠零。
哎，怎么卡米也点了我一个信号？我在中路呀，怎么样？ 极限单杀，往哪跳？帅，这波很极限。请问我吃到这个塔会不会有危险呢？这被他压12个刀了。<笑><咳> 漂亮的下路，那他卡都守不了了，小南。别怕。 死，余毒没解药，哥们，漂亮，漂亮，不拆了很难玩啊，这把。 富贵险中求了，OK， 富贵险中求，小炮已经废了，也不能算废，他补到他的药8个刀，就是没这么顺，废倒不至于废，反正。 来下开沙漏，哥们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交给你们可以吗？漂亮，全死，机智的勾引，各位，枪支开单啊！上场过去不好说呀，肯定打不死，算了算了，不如拆下塔了。 臭鸡蛋，哥们！来来来，这航班小炮就该死。 拉一下，别被火男大了。笑，蛮王怎么整？哦。
哦，过来了，我走了。蛮王刀都没开，好像。走走走，别浪，看他就行，别浪。蛮王的话还是比较肥的。闻一手，闻一手，这把要翻，一个蛮王的怎么样，请问？ 真就受不了啊！好快的闪，兄弟们！算了算了，我得回家了，抓不满我，走了。 刚进塔就被就要被他打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完了好兄弟们，哈喽哈喽，完了好撤了吗？主播已经赢了一下午了，真的好像只输了一盘，今天还真还可以，基本上都是大胜局，可能有几盘钻石局。 防雷没中呀！我准备好了。有大没有啊？这人。 有点猥琐了，对面。我看到混蛋下来了，跑得掉吗？请问？算了，觉得我被他炸的有点笨了。
你们说我单挑能不能打得过蛮王？我感觉我应该是可以的。这是青蛙鱼人的绿色的炫彩啊，青蛙鱼这波炫彩的之一。OK， 拿下各位。跑得掉吗 ？OK。OK， 没事。我操，我们鱼狐双 C 啊，这把。做兄弟，做兄弟，兄弟，包做兄弟。嘿嘿。